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初心红林。你看，我爸爸这几天我们在家里，他把这些皮呢全部干得干干净净。这个树，现在那个茶色哈在建，所以这些料都要用得完。看我手上的还剩了那个小一点的鸡，我们放在那里面去，给我妈妈养，养的到时候再杀了吃。还剩了20多只在那里面。你看这个母鸡太心小了。这是阉鸡。哎，你看这里还有这么多。这都是山上抓来的，那是小的小一点的鸡，那个大的大的估计是我妈妈的，一起放在这里面，让它们在这里面。每天我妈妈在这里近一点啊，喂食啊，煮的熟食啊，哈，剩饭剩菜都可以倒到这里面。我先关几天，关几天。然后再把它放出来，这个大环境哈。其实现在哈，我今天是帮罗罗杀完最后一批鸡，我也应该去外面讨生活了，不然再这样下去了。去年真的一年，人家就说就是赚到吃，连吃都没赚到。去年，今年。有一句话这样说，2023年的钱没赚到，我2024一定把它赚回来。走，还有鸡没杀完，就把鸡弄一下。先把这些弄完，弄完了再杀。我儿子一个人在这里搬砖，搬了我6车了，辛苦了辛苦了，要不要我帮忙呀？要，快来放车。我就扛木头去，还是给你搬砖？搬是弄好了，等下上面还有线啊。我去拿手套来。你就捡一块递给我，我摆好了。喂，可以。我举个手套给你。最大的，看一下还能扛得起不？小心你的老腰哈。有没有一根竹子重？看完。应该有。差不多吧。要这么长吗？啊？主梁。要这么长吗？要，就很多，这个宽长度。哎呀，好嘞。衡量。阿刘倒年轻呀，一下子就抹上去了。要不要我去推呀？不用，上不去。没电啦。还有最后一根，我来把它扛上去。是干的，是那个干的，不是湿的，湿的就抬不动，干的还好，抬得动。哎，别说我扛不动，他来帮忙来了。
转不了了。你看，等一下，你都不能帮忙，这一点还要我帮忙？哇，加油！快拉上去。都是一批搬砖人呢，发长的搬砖。我不是挖墙角的人，只要锄头飞得好，没有挖不倒的墙角，是不是？你真的别把那个挖倒了，你不能这样挖。这个砖就放这里嘛，不插这一块砖了。不要不要，那你这等一下子。哎。我看着，嚯！那锄头都要坏了。不会，可以可以，成了。大哥，大哥的锄头没飞好。我来，墙角挖不倒。没有挖不倒的墙角。只有锄头飞的好。减肥，这样要点力气。我看以前他们都是两个砖一起蹦的呀。我来试试看。来试下两个。差一点，王师傅都要掉下来。算了，就一个哈。看我妈妈造的那个游园。喝点，再烧，刚刚烧的，喝点开水。哎，红薯片，烦啥了？烦死了！好了，还是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，真那个真的好吃。你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啊？烦死！谁？你说谁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？哎，要说你自己知道吧。自己就更烦了。坐一下，休息一下。